高雄捷运是大高雄地区一个相当重要的运输工具，以安全、可靠、便捷、舒适的大众运输服务，追求永续发展为使命。我们在配合国家能源政策下，订定了节能目标，减少用电。我们选用环保高效能的设备，汰旧换新，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了各项节能措施，有效提升能源使用率。这里是高雄捷运的行控中心，也是我们高捷的心脏。在我左后方这边是我们车站的这个现场环境监控系统。我们透过每年夏季、冬季不同的一个气候的特性，我们调整我们的空调的冰机这个空调箱以及风机的一个运转模式。除此之外，我们也针对车站还有电联车厢的照明部分，采用比较高效率、寿命长的 LED 灯具。T8 灯管单程瓦数来看是36瓦，我们 LED 的灯管现在是剩下18瓦，所以大概是节省大概一半的电力，加上我们照明时间也很长，我们营运时间一天大概是18个小时，所以这样节省下来的电力是蛮可观的。高捷地下车站轨道排气风机主要功能为排除列车靠站时所产生的热气，在经过长期的监测分析后，我们将轨道排气风机由常时运转修改成温度达到限值以后再启动运转。透过这样的运转设定，我们每年约可省下560余万度的用电量。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高雄捷运，赞！